六三讲，我是丁丁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来煮这个鸡木日历，木质万年历，流浪星际。我喜欢星际。哇，我们真棒！赚到了，对，就这样子吗？对。然后蓝色送的是太空人版的，然后粉色送的是小鸭鸭版的。给你。哇塞，这下回啊！妈妈要来再拆一个。你可以今天自己换那个日期。日期哦。嗯。这是下回意思。九。你学的吗？嗯。来一月的，我看。一月。January。January。二月 ，February。然后三月 March， 四月 April， 四月垃圾给我。再来呢？今天几号？今天十。十六。今天十六号。嗯。那、啊、你呢？来，你这个这两条先挤进去，用不到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五月就要换了。好，今天是4月16日。对，那不用做，这样就好了。他就三个。啊？但是很酷哎、欸。很酷，他就是做个方块的。就是这里面有三条这种的，然后会有些一月到十二。OK， 这里面有三条。哦。三条这种白色，里面有写一月到十二月的。今天是 April。哎，这个画面我又看过了，我在梦里梦过了。然后呢，这里有零到，不会有重复吗？4月22怎么摆？嗯，这首4月22。你现在数值就好了，二。二。1234，哎，所以它可以两个可以凑出所有日期了。那30对啊，1到30哦，30+31+2，其中一个有6，其中一个没有6，诶，其中一个有6、7，哦，1、2、6、7、8、9，然后这是1、2、3、4，对，没错，因为那个呢，它有6面呢，有12个数字啊，最多一个就是1跟2。ending 了吗？等一下，然后呢？今天16号，摆出16，这就变成今天的十号。哎，先放到下礼拜。放在这里好，显眼。Apple。应该是可以放。去搭讪，耶、yeah ！我就先把我的东西都撤过来吧。耶、yeah ！我终于有办法弄这一盒流浪星际，把东西都摆好，然后再看看到底长怎样的。书桌马上被你那个撑满了。对，这里我打算放一些生活用品，内裤。啊，你给我放这边吧。好，不行，就好了。那你平板。会不会是三响啊？
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Good。会不会是三响啊？啊，公开没写啊？然后先写公开。OK 啊。谢谢大家订阅，我们是上6点多，是剩下下次就拜。